等一下，我看到有下去的楼梯了。啊，虽然说是废墟，还意外的漂亮嘛。嗯，因为 auto maintenance 就是自动照顾的魔法还有效啊。有那种东西？嗯，有啊，使用的话就可以节省钱了。啊，那是以前的系统啊，所以就有一些那种安全设施装置。也就是说，会对付侵入者吗？有很多。啊，神殿真是辛苦呢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。应该拿哦，这样就可以拿了。CC 待机 Plus， 这其实对我来讲也没怎么差、啊。不如给他加一点 SP。在啊在啊，就把这片看能玩多少玩多少吧。这片不怎么长，所以应该很快就可以破关了。干这什么 ？OK， 好痛！来看一下下面的好了。我叫点不低啊，什么鬼啦你们这些人？哎，有小鹿，走小鹿。干，巨大的史莱姆王，你死定了！干，好大的史莱姆王。好弱、哦，也结束了、啊，那片结束了、啊。神剑的钥匙，哎、欸，先去另外一边看一下。对啊，很大史莱姆王里面没有史莱姆，看我也觉得好奇怪啊，可能那个合体变史莱姆吧。看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怪物，它只是乍看之下像个史莱姆，其实它本质上是一只妖怪。嘿，对啊，太阳比你有太阳吗？史莱姆王里面就一定要史莱姆吗？说得好，图片仅供参考的史莱姆王。啊，我知道是怎么走了。嘿，其实我故意进来捡宝箱的。那我先去看右边好了。啊，不吧。看一下啊、哦，要背吗？二上去，一二三下来，哎、欸，他还蛮好的、欸，然后左二下一左二，好啊，这个他这个真的这样设计，你也不用一记要一直走完。二下三左二，左二下，左二下二左二上二左二，哦，就是二二二就好了，简单，不用啦，我有大脑哎、欸，又不是猴子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也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，所以有的时候跟猴子有点像是也很正常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走这边不就好了？
只有东西可以打。马基，你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怎么都没有好像一些好感度的选项啊？为什么要烤面包机？你那猴子是多学？哎，干，为什么？嗯，刚刚没有是机关吗？一定不要踩，猴子才会去踩，不要踩就没事。你看，你看，不踩就没事了，有没有？啊，人千万不能够太好奇。哎，这也上锁了。啊？看一下是不是哪里有的对照，这里吗？哦，有了。哎，二一三，二一二三。哦，简单。对，错了。啊，这个房间就是关那个男人的地方的里面。被墙壁挡住了呢。嗯 ，Auto Security 亚库纳达纳，自动防卫系统也很麻烦。而且这个宝箱怎么看怎么奇怪，靠，刚刚宝箱也很奇怪，你怎么就没说了？咱们马后炮大师。这个宝箱怎么了？哎呀，总之有个魔力，小心点吧。打开。哇，又是史莱姆王，那里面又没有史莱姆，还塞了三只奇怪的东西，真莫名其妙。因为他男生呢，因为就是因为那个男的很好色，所以他的影响造成的整个森林都变得东西都变得很好色。对对对，所以要想办法处理他。对，可是为什么森林会变成这样？就是他害的这样子，因为他好色意念太强大了。影响到整个森林。类似啊，对，类似。我干，靠腰。
然后什么 Busto Slide。刚刚我娘找我一下，没事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怎么回去哪里？哦，回刚那里。哎，欢迎哦，欢迎 ，Thank you for following， 欢迎清新政治实况台。干，这种下楼梯方式真是奇葩。没事吧？啊，不记得哟，只是掉到下面去了。我现在马上回来，等我哦。よかった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太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跳的也往前跑。あの、嗯？哎呀，あの、そこのあなた、你呀、啊，那边。君は、你是？嗯，私ここにいた人に代わり入りでした。哇，是这里呀、啊！被人就是被人当做替身给放进来了。どうかここから出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？你可以放我出去吗？等一下，他刚不是说这里关的是那个变态人吗？可是怎么是个妹子呢？不对啊，而且还很大。对啊，我说头上的玫瑰花。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、もしかしてあなた、ラオカさん？难道你就是老卡？ええ。どうしてその名前を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哦，他是老师啊，就是我们要来找的那个魔法学老师啦，妹子，女老师。嗯，先生どうして呼ぶだ？啊，是老师叫我来的，要把劳卡小姐带回去。そう、さあ、那很简单，那开门吧，你那边就可以打开喽。那个女老师啦。开门，开！哇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谢谢。我就讲，名で名前啊，小姐，你的名字是诺蒂亚米亚达克多，诺蒂米亚。哎，等一下哦，他刚刚是说是个好色的勇者，可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那个勇者是男的，对吧？嗯，なんか雰囲気が変わったよな，总觉得气氛好像变了。じゃあノディちゃんかな？你就是ノディちゃん了吧？助けれて俺に、你居然帮了我，就给你个谢礼。え、気持ちいいことしない？要不要做很棒的事呢？男のじゃダメ？女生不行吗？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、等等，不是。もしかして。この子もマチュと同じでおかしくなってるとか、该不会他也跟那些魔兽一样被影响了吧？ダメだよ、不行啊！彼氏でもない男にこんなとこじゃ、不行，不是男朋友，不可以做这种事。え、
酷的男生啊。所以吧，话说我忘记我是这个样子了。都有感啊，等下女孩子之间就可以这样吗？二人で何楽しみそうにしてるかな？你们俩在做什么开心的事啊？ケ、イブイン久しぶりだね。啊，イブイン好久不见了。干嘛？そっちこそ、まあ私のせいで何話してんだい？话说回来，我才是你要在干嘛呢？对了，我先跟你说，这个可是个男的哦。マジで？真假？期待のが女の子でラッキーと思ったのに，我还以为是个女孩子想做 lucky 呢。真是你真是得不到惩罚哎！你又用女孩子的身体啊！お姉さんなってもまた哎，又对女孩子出手了，用女孩子的身体对女孩出手。哎，ってことはこの人はもしかして等等等等，难道这个人是啊？他就是勇者 Even Case 啊，对，不是吧？哎，等等等等等，话说你说什么叫做女孩子的身体啊？这是这家伙下的魔术啦啊！因为想说啊，被关起来啊会不安啊，又会就是下的一个保险，嗯，这样的、啊、等等哦，所以把勇者关起来的魔导师就是玛雅了。So you called up， 没错啊。あの、マヤ、オレ、哇，真的好好反省过了，所以可不可以不要？啊，是是是，哎，所以就放你吧，真的太好了，啊，太好了，对，卡纳达吗？所以嘞，身体嘞，爸，可以把我变回帅哥了吗？所以我打没，不行。打路都我们打用，虽然我也觉得应该不行。干，怎么又是个男的？不要，为什么？连我的作品可不可以有一个妹子啊？まあいいか。レスの女の子だでいいんだろ。啊，女孩子也不错呢。啊，可以蕾丝啊。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反省哎。まあ，所以把话说回来，ラオカさん呢？你ラオカさん是不是来这里了？ラオカ。哪里得的我妈哎，老卡桑拿拿可可尼路加那个，老卡不就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啊，喂喂，好啦，把你那个热死人的长袍脱了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收单呢。哦，妹子妹子，啊啊，终于有个妹子了。オナガワダシドリじゃなくなれば、那道帰り、那道も安心だろうし。好啦，看来回程路上只有只有我一个女生就放心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玛雅小姐就是洛卡老师。嗯，所以吧，应该说是我的全名吧，玛雅雷卡纳洛卡，她的全名叫做玛雅雷卡纳洛卡啊。你好，喂，你骗我？骗你？我自己就当然知道我自己是洛卡啦。那我说我去的地方有她，我哪有骗你？哎，还是一样老样子，真坏心。啊，まあでも俺はそういうことも嫌いじゃねえぜ。毕竟だしね呀。まあ不过我不讨厌啦，反正是个美人呢。唉，真的是我腻了。啊，我啊可不是那种小气巴拉的人，那、啊、我可是度量很大的哦。那因为他刚说要关他的关系。啊，でも残念がら，但是太可惜了。私には彼氏がいるんだね，我已经有男朋友喽。啊，所以拍谁哦？男朋友？等等等等，你不是对恋爱一点兴趣都没有吗？ねえ、ノディ，对吧，ノディ？哎，啊，私ついてきてくれなくても開けるだ約束したら。啊，你那时候啊，叫你跟你跟我过来，不是约好了吗？你不是说你想要女朋友吗？来来来，你仔细看一下我给你的契约书。我看看哦。彼女として作为女朋友，把玛雅雷卡那老卡送给，哎、欸，啊，もし変わりないけど，啊，拍摄很抱歉呐、啊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，啊，如果你不接受，你就零报酬喽。啊 ，even でいいならそれでも，啊，如果 even 你可以的话，也可以哟。呀呀呀呀，还是给玛雅吧。那到啥，就这样吧。我觉得好像被耍了。唉，もっとに、どうもなれ。
好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算了，当上贼船吧，拜托你喽。よろしくね，那就拜托喽。考将就，你朋友真好，啾，亲了一下。咦，马太苦囊囊的，真是什么嘛？妈，玛雅さんも本気じゃないだろ。算了，玛雅大概也不是认真的吧。好了好了，结束结束了，我们走吧。Even， 嘿嘿，好啦好啦。どういうんだだけど，虽然我是这么想，不过啊，我们不能从来的路回去哦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那边是往地下的，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是个城寨，所以有紧急出口吧。找找看吧。啊，带上了 Even。所以啊，话说回来啊，我的房子可能有些可以派上用场的道具哦，去看看吧。圆勇者十八十八，好像有点强。我靠，他家好大哦。哪里空的黑啊？这什么房间呢、啊？嗯，我想大概是神官或是巫女的值班室吧。原本啊，外面应该是保护用的地方，结果啊，被人从里面上了锁。嗯，是我换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还真充实呢。嗯，那生活必要东西都有啊，不够的就叫玛雅用转送装置送一点过来就好了。啊，闲闲的还有很多书呢。啊，还有很大的电视，住起来也不差呢。嗯，果然啊，女孩子不够就是唯一的问题，对吧，诺迪江？喂。别，你别找我同意你啊！哎，お前も男ならわか。哎，你不也是男的吗？哎，你该不会是同性恋？你不是基佬吧？哎，基佬基佬，极高友才不是哎！啊，这个样子啊，是玛雅丢魔法给我的，因为有很多原因嘛。嗯，我的多一可以多一，阿萨卡，该不会玛雅他的兴趣是？Even 你啊，啊，这个发型真可爱呢！啊，你说这个吗？啊，这是诺蒂那时候来我在这边找到的法式啊。嗯，这样就像可爱的女孩了呢。那个迷你裙嘞？嗯，这是原本的衣服啊。他就说把原本的那个长袍弄短就行了。那内裤嘞？啊，玛雅不是有让你送一些那个吗？好，在什么对话？对了，话说累的话可以用床哦。啊，我特地让你们用啊，可以洗。反正就是啊，可以用床就对了。OK。哦，这边好多宝物、哦，大家过得真好。靠，还有电视，这是传送装置哦，可以送一些量产东西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派得上用场的东西。哎，有温泉，但不能洗澡，粪便。试试看吧，不会，应该就只是回血而已吧。哦，有电视节目哎，靠，这什么？看不出来，坐着自己的东西吗？哎，还可以转台耶。这什么节目看不出来？对啊 ，GIF 啊，可是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。哦，这叫转送装置，可以买东西。买那么多干什么？岩壁丢一丢没啦。要补血啊！看，可是只有一个人不用补血吧？这怪那么弱。
感好快哦。那话说我刚上来有爬这么高吗？啊，我刚刚就是掉到这里的呢。这么高，真亏你没事呢。因为掉地上啊，我把地板变成了那个坐垫的东西，就没那么痛了。哇，在那一瞬间判断还能够使用魔术，真不愧可以被称为老师呢。So da， 对了对了，玛雅老师对吧？我是首都温蒂的哈马里克军事魔导学院的讲师哦。所以说诺蒂该不会是我们的学弟吧？啊，你们两个都是毕业生？啊，我只高兴呐，真怀念呢啊！魔术科的女孩特别可爱呢。这个男人真是够了。对了，话说回来，诺蒂啊，你看到我的脸，你没有觉得什么吗？怎么说啊？老师很年轻吧？还有吗？啊，霍卡尼，别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不够厉害的诺蒂，这种时候啊，就要说好听的了。你才是不要一天有讲这些有的到晚讲些没的。啊，简简单单啊，像我一样很认真的说。妈一嘎，算了。老师生气了，他到底想说什么？老师又不是很大，所以他到底想我说他什么？对啊，勇者是女生的身体啊。看他在说什么，看一下哦。过去的从后面来，许不为冒险者们写下的东西，不知道，干随便啦。啊？哦！他这个作品就主打是剧情为主的。我想要直接冲过去就好啦。啊，这不是高手的举动吗？哎，哦，那我怎么过去那个？别让过去吧。啊？你用踏板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看，我为什么智能那么低落？抱歉抱歉，我头脑已经有点不太正常，开始。Thank you.
有点奇怪，是三小啦。你这些有没有毛病啊？好像下面是对的，那先走上面看看哦。哎，上下好像都可以。怎么漏宝箱哦？好像没有的样子。OK， 没有。啊干！我干，彩虹鸟好酷哦！哦，老师好可爱。哦，勇者好骚。我靠，勇者一拳打10哎！美安安，米安。好，辛苦了，下班辛苦喽。欸，老师是你的，可是老师没有欧拜，哭哭。欸，怎么下去来着？哦，这里有个按钮。欸，可是这按钮有屁用？我应该还是选老师吧，老师看起来好像比较好。靠，你有这艾伦老师哦？你以为是那个短短在3天之内就创下24页 P 网图的那个 Alan Sensei 吗？哎 ，Mary 和安。干，好像也没错啦。欸，啊，这边也没路啊，上面也没路啊，我今晚去吃兜椅。欸，我刚刚有按啊，那蓝绿色按掉了，已经按掉了，多了一个那个路可以走啊，可是不看。哦，下面还有路哦。哎，出来喽！啊，太酷，真是的，哎，一点都提不起状态。对了，凯撒桑对吧？好啦，你不用叫我姓啦，叫我 Even 就好了。Even 啊，你说你是勇者，很有名吗？啊，勇者でだが、まあいいか。算了，你没听过吗？你是学生吧？啊。如果跟冒险者或是恶人自我介绍，可是会吓一跳呢。啊，对啊，就是像那个娘娘腔啊，像女人一样的 Even Kesa 对吧？几个呀？才不是啦，很强吗？这个嘛，我可以一个人称霸迷宫，然后打倒一只恶龙，好厉害。哎，可是我怎么觉得你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强？那个阿龙啊，那个啊。
因为我的体格力量完全变身之后是不一样的啊。啊，而且啊，没有什么精神呢。果然，我要吸取那个女孩子的成分呢，不然就没力了。果然，你干嘛？呀呀呀！我要说呀，我说啊，你那个精神的源头果然是邪恶的冲动呢。啊，你理解就赶快把我变回来，我不能这样带我出去吧？啊，如果玛雅愿意陪我也没关系哦，现在马上。我看看哦，攻击技能装备什么好呢？乔丹的孔梅纳赛，拍谁？我开玩笑的。你呀、啊，不过啊，你那么喜欢女孩子的话，你就摸你自己不就好了吗？哎，伊玛可可得在这里吧？诺蒂，你要看吗？那你要看什么？哎，真是一个没用的家伙呢。奈卡拉萨，哦，虽然青梅，他、啊、什么？他说好像是因为什么东西不想因为他的错而死还是怎样？没看懂。他说什么叫做不摸女孩子就会死的诅咒是什么鬼啊？他弟好像说不想害他死之类，没看懂，抱歉。然后那一段我没有看懂。反正他就是一个没要救的变态就对了、啊，那个勇者。反正迷宫有人会迷路吗？搞不懂，对迷宫那种意义。喂、欸，好多的魔法阵，这可以去哪？哦，读一下石碑。嗯，这里写的是 Munt 神的 Doki Doki 啊，就是 Munt 神的那个心跳诊断，相信诊断。两个人如果站在魔法阵上，用誓约之吻，如果相信好的话，门就会开了。喂喂，这里真的是城寨吗？怎么这么奇怪的东西？嗯，是有神殿之名啦，不过好像也蛮有趣的。唉，好像也没有别的路了，虽然我不想这么说。啊，好像这个路不过啊，就没法前进了的。哎，欢迎 follow，thank you for following。ということは，也就是，所谓的男女朋友就是我们了吧？哎，無理すなって啊，别勉强哦啊，我跟玛雅也无所谓哦。哎，啊，実はしたことないだよ。啊，其实没有很想了，没有讲どうもしたなかった，我连跟没有讲都没有呢。都死了，诺蒂，你来决定吧。哎，我吗？决定好就跟我们说吧。怎么办？要选哪一个啊？这是塞尼亚不是啊？这是 RPG Maker EX 做 VX 做，怎么办？要选老师还是选？哦、啊，没办法，如果没有人也不行。那如果玛雅觉得可以就可以吧。嗯，那就赶快。玛雅怎么很开心的样子啊？玛雅的嘴唇好柔软。喂，你要亲到什么时候啊？怎么了 ，Even？ 你嫉妒？人家在前亲亲我，看了不爽而已。啊，相信最棒了，永远的幸福。相信最棒，真的吗？玛雅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？诺蒂，嗯，啊，将都是大拿马达阿斗的啊，之后再继续吧。欸啊啊！哎呀，玛雅最喜欢纯情少年了呢。卡拉瓦卡拉德鲁德德。这玛雅根本是个痴女。怎么这么棒的老师，我这辈子从来没遇过。Fuck！ 斯蒂鲁斯，这是什么样的技能？看一下。不会被攻击，有点就是那个，哎，这不是那个小人吗？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。
我又是巨大的史莱姆王，让你看看勇者伊文的实力吧。那不过你没习惯那个身体，你俩不要被打爆喽。哎呀，露馅了，你们真好呢。好了，赶快打倒他吧。那勇者哦，勇者我给他挂两个那个攻击了，我把他打得特别痛。这怪的死掉。啊，搜的啦，到外头了，总算平安无事出来了。接下来要干嘛呢？那我的事做完了，总之我就到你们学校去吧。那诺蒂不是叫我来，那我嘞，一起来吧。那在这边分开，总觉得会担心呢。好吧，好久没去学校了，跟老师们打个招呼也好。喂，你是不是忘记你自己现在长什么样子了？啊，这边最近的镇呢？走这边吧 ，Maki Roof， 到 Maki Roof 休息一下吧，也好。哦，靠！你们这边可以过，你刚刚可以早一点。好啦，其实可以理解啦。这款哦，可爱的美少女们的冒险，可爱的女孩子们的冒险。